好，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广东省梅州市的蕉岭县广福镇。那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乐干村，这边有个乐干酒洞，我们前往去看一下。大家好，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广东省梅州市蕉岭县广福镇的乐干村啊。那在我身后呢，这里是广东和福建交界这条水沟的正中间呢，那也有传说中这样一句话，可以说是一脚踏两省，也可以说是一条水沟流两省啊，非常的神奇。那这乐干酒洞呢，我接下来用航拍视角拍给大家看一下啊。